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不得。什么？下去了。Hello， 你那手机好酷哦，有灯。房门上有一小型密码锁，你输入密码，我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啊，天干地支哦。孩子围城。锁上隐约写着孩子围城。孩子围城是不是谐音什么的？孩子围城。嗨，孩子。妈，对应的时间我不知道。太子位，然后城吗？城啊，这个吗？城，那个子下面一个城。哎，嗨嗨嗨嗨，太子位城。哎，我查了。那叫什么？十二地支啊？对，子好像是11点到1点哦。不对啊，那怎么加啊？2个小时吧，好像是每个都隔2个小时。每个都2个小时，所以应该2个小时连轴下吗？是11点到一点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孩子围城嘛，嗨，先嗨，先嗨。子丑寅卯的位，嗨，还是他是算月的、啊，算他是算月还是算年还是算日，还是时刻？时刻的话，嗨是那个21到23，那这样算21还哎、欸，这样怎么算？对啊，那怎么算？这怎么算啊？取21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它是月份啊？月份的话比较好认。十号，11月的那个怎么办？11月和10月的。他刚几个啊？5个格子吗？亥11子12未7辰411 12 7 4试试看哦，11、12、7、4，不可能是加起来啊。那个啊，哎，1、2、7，哎，不是，1、2、7、4，好吧。不是啊，它后面还有一个数字哎。对啊，孩子围城。没有，你刚刚有少，刚刚五个，你好像只有输入四个。可是，如果是算月的话，它就有六个哎。嗯。不可能自动加了吧？我看看哦。嗨，19围城，2、2、2、2、2、5，19、25，10，十哦，9、2、5，咩？翻什么啦？哎，是摩托车吗？我压洗衣机。哦，好吧。妈，不懂。苹果没在响啊。我在思考了。想到了吗？还是你先去调查其他地方看看，可是调查完了吧？调查那个花吗？用来装饰的植物，用来装饰的植物。楼梯里面嘞，没有，边边没有，石头，桌椅。
意思啊，那个床咧没有啊，没反应。这个咧查过啦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用。娃娃咧，娃娃还是跟这个有关系，还就是CG图，看不懂的书。你吗？哎，蜡烛是成长的地方哎，现在发现，哎，我又浪费一个人。啊，成长，成长，成这里，成二，成二。还是我们疯狂调查盆栽，还有东西。哥，好，对不起，太自卫了。这跟操作指令有关系？哦，应该不是。所以嘞，好吧，工具，我们第一个就卡关了。我们第一个就卡关的，还是是九一一一七？按照十二地支的读音判断数字即可。九一一一七，试试看。啊？九一一一七，多少？九。九。嗯。九。一一七。一。一一一。七。七。没有。他说按照读音，哎，话说刚刚给那个啊对照表读音，这是什么读音？还是快啦，有子就是子嘛，有位也是位啊，辰就是那个嘛，子丑寅卯辰是位的辰啊，那是什么语言？那怎么发音？我看一下，一样啊，啊，上面写的发音都一样啊。汉语拼音，嗯，就是那个子啊。什么啊？按照拼音，按照拼音，不行，攻略。五，所以到底为什么是一二一八五？阿呆，然后再让我研究一下就好。嗨，一，没有看到对应的一啊，没有看到十二，算了。知道了，帮知道了，能在下方留言跟我讲吗？我们两个都很笨，可以进去吗？哦，我还可以回去耶，
有点可怕。用来点缀走廊的绿色植物。画上有一个撑伞的女人。哎呦，往哪边走？里面有也有纸条哎，先看一下这边好了。破旧的世界地图。这看不到，这看不到，那个画嘞看不到。在宽敞的地方可以跑步，按 Shift 来将方向切即可。但要注意，跑步并不是最高效的行动方法。视野不佳时，在踩到机关的结果往往是致命的。这是告诉我不要跑，对不对？叫他跑呀！先去哪里？左边、右边、下面。嘿，左右下。管他了，随便啦。随便啦，啊，右手啦，走。门上锁打不开，好，还有一个人选。换你选了。下面。下面。蛋糕哦，看到亮亮的，用来装饰的植物。当心绳子，如果有什么坚固的东西就好了。他当心绳子，那个踩到线机关吗？这里有一个破洞，要钻进去比较惨吧。我来，一二三，来，要不要？是。看到洞就钻，我们女主角爱钻洞。那里面有红红的，那边前面是什么？好可怕、啊！亮亮的东西、欸，不是亮亮，看，你看亮亮周围还有那个，不行，我要换那个人，无法言语。比亮亮，比亮亮，你看周围上下各两个红红的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前方末次有什么东西？要拿吗？拿、啊！哦，洁白的羽毛。这里到时就没有路了，爬快点！还有路哎、欸！不是、啊，我们刚刚从哪里进来了？上面吧。上面吗？好像不太对。明亮油灯，不过比起这个是，这里是刚刚来的路吗？我们该不会不该进来吧？不行，我要换。不，我不该进来。我觉得还是要等一下进来是一样的。哪边？那边还是那边？管他的，就走了。怎么？我好怕哦。是这里吗？我先看有没有蜡烛可以撑到哦。桌上一个蜡烛可以吗？感觉有点远。又来，先不要。我觉得那个另一条路一定有什么。哎呦，再转，再转。先过去，再过来。没有了。没有哦。还是我要先到底啊，爬快点哦。再爬回去，没有欸。那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不归路欸。打不开。获得洁白的羽毛。这就没人。里面的东西。豪华的餐桌，好，钻，多钻，多钻，钻。妹，这什么鬼？写泡沫这种东西要拿吗？那什么？洁白的羽毛在后期洁白的羽毛位置会将渐渐不再被标记，它们将被安放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，
若对即时存档需求较高，请快的调查各种场景。好，前面那是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有点恐怖的感觉。所以我后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，叫伸手拿吗？拿就拿，怕什么怕？或者可爱的剪刀，法三把，剪刀吗？也气不五百度了，随便出去。这有一个盘子看起来十分坚固，要将盘子拿起来吗？为什么那么多选项呢？好，我拿起来，拿起来。你看好可爱哦，拿起来，好可爱哦。那这座椅子嘞？哦哟，坚固的东西。哦，坚固的东西，放在上面。哎、欸。啊！不要尖叫！说刚刚他看到什么一条东西，什么鬼了？哎、欸，存档啊！我飞刀吗？不是啊！哎、欸，存档啊！又没有存啊！这都是变而已啊！哎呦！我们今天要捡多少啊？捡多少啊？一、二、一、八。一二一八多少？五。那么要重新调查一次那边。这次我们捡完羽毛去看另一个地方了。看啊！先存档，先存档，先存档，先存档。先存档，先存档，存了、哦。看你啊，存。要怎么捡啊？反正死掉就不要捡了。所以那边是什么啊？故事流。这里到此为止就没有路了。你不要吓我嘛！干嘛弄出这几条路啊？啊！什么东西？吊死鬼！什么东西？吊死鬼！那个后世拿来倒带重播，吓我嘛？干嘛弄出这几条路啊？路啊！路啊！路啊！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刚没有走去那边啊。我的老妈！不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是我们刚不该看那个，是不是？可爱的剪刀，先检查一下哦。我们两片了。木桩有一朵花的剪刀，好像不能用。先看其他的哦。一瓶葡萄酒，这是一个很花的餐桌，转过来。粘过了，好、啊，粘过了啦。所以只有这只旁边的才能看哦。拿，那要怎么放上去啊？好，别动，别动。没有，没有它、啊。要怎么放啊？他、啊、成功，哈！哦，我懂了。刚刚那个条有没有？你要赶快按确认，然后呢，就拿盘子挡住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刚刚才是什么？哦，没有绳子哦。妈呀！用来装饰的食物。这椅子可以坐，坐看看，坐看看。那等下把刀飞过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画上有一轮即将落山的太阳。夕阳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影子哦。哦，哦，哎、欸，很精致哎。
画上有一个女人。哎，蓝，哎，小熊选择，你走开啦！我在录实况，干嘛啦？哎呦，就吓到我了。我觉得这椅子都不好预感。也要存档一下，我觉得前面那三只小熊比较那个比较恐怖一点。是我刚存的自己是对的。走。哎，灯会变亮哎。哎，不是，刚刚那边就蜡烛了。这边就有烛台了。这边就有烛台了。黑色的，红色的。蓝色的，用来装饰的食物。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打不开。唯一一个说谎的孩子要被剪掉。剪哪里？我和红熊的主人都是女孩。我和蓝熊的主人都是男孩。灰熊在说谎，他说灰熊在说谎。灰熊说我和红熊的主人都是女孩。那如果灰熊是在说谎的话，那就是男孩，那就是男孩。然后他说我和蓝熊的主人都是男孩。然后蓝熊指的是男孩。我的脑袋。他说，蓝熊说黑熊在说谎。黑熊说，黑熊跟红熊都是女孩子。然后红熊说，我和蓝熊的主人都是男孩。到底是谁说谎啊？先存档。如果黑熊讲的是真的，好像红熊有点怪怪的哈。可是如果黑熊讲的是真的话，那他们两个都有问题啊。A 讲实话 ，B 不成立，那就是 B 在说。可是这样 C 会说。所以是，这应该是灰熊说谎吗？因为不是说，这样他的话，两个那么另外，红色和蓝色都会怪怪的，所以应该是灰熊在说谎。如果蓝色在说谎的话，黑色跟红色都会怪怪的。那如果蓝熊不说谎话，那代表他说的实话，代表黑熊说的是谎话，所以黑熊是。错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灰熊。灰熊吗？确定哦。我先把耳机拿下来。我怕怕。好，剪。Oh my god！ 我妈呀！好残忍的画面哦。妹妹。反正我熊的脑袋被剪掉了，里面的红色一起不明，里面红色不明一起落了一起。小琪的心有缺点点，那我说剪他啦。打开显示杆可以查看小琪的精神无程度污染。被剪对了吗？当发生特定恐怖或者血腥事件时，精神污染会增加。当精神污染度达到100%时，会发生黑化事件。可以不要剪他吗？由于精神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春 ending 达成，请玩家时刻留意自己精神状况。是留意我们自己，还是留意那个女主角？我的话应该100%。我的熊是你们几个？我们剪对了吗？好像剪对了、欸，好像剪对，真剪对了。好 good 哦，警长拍不到。熊的身体是也是会有什么东西？得到骨痛心痛的钥匙，骨痛心痛，妈妈、啊，一只自己负责的什么熊玩偶，我想怀疑说他头去哪了。可以跟旁边的熊讲话一下吗？
红熊，他脸是不是有变啊？你看他皱眉头，他脸会不会跑过来杀我啊？我被走过那个团员快过来杀我，怎么办？我不敢走啊！人家椅子比较恐怖，他就摆在那边，不知道意义不明哎。啊！哇！破掉了啦！不知道怎么倒的。啊靠！要真拿了。哦。哎，从你旁边甩水果伞。为什么？这时候唱歌，这时候唱歌，这时候唱歌。你看哪里有小提哟？你看哪里有小提哟？有小提哔，有小提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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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有小提。你看哪里有小提哟？你看哪里有小提哟？小提哔哔，有小提哔哔，有小提哔哔，有小提哔哔哟。他们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小提哔哔，有小提哔哔，有小提哔哔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妈妈，妈妈，怎么回事？东西，妈妈，我不要录了。妈呀！这就说看实况不恐怖，真亲身体验完才知道。我可以在这里到此为止啊！我现在这里挺好啊，现在这里挺好。可是羽毛剩一个，可以找回去存吗？我还不想进去，我不想进去，你喊我再进去一次啊！刚刚黑熊在找我哎，妈妈，好了，存档啊。回忆精神污染指数百分百。你要黑化了吗？不是崩溃吧？好啦，我们这次先录到这里。我要回去整理一下我的心情。苹果这家伙。说他听不到声音，我要找东西安慰我的心里啊。我们的实况不对，一夜奇缘先暂时到这里，下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录，拜托。太夸张了，搞到第一集就结束了，太夸张了。好啊，苹果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妈呀，我回家，不对，我在家了。